大家好，翻到嚟玩足球小将斯和，咁啊，今次讲下斯和制嘅新角色登场。咁有限定选手啊，健威，同埋之前出过嘅中学三王者萧志强。咁啊，依只健威咧就 SP 属性。隊長技 SP 屬性 GK 同 DF 全能力增加 15%， 咁技能 GK 編成嗰陣啊，咁根據翻隊中裏邊嘅 SP 屬性中學生選手嘅數量，咁啊增加翻自身嘅技能威力 3%。 裝備技能咁有手錘 EX 技，最大威力7800。咁啊，技能能力 match up 嘅時候啊，發生有利屬性場合，技能威力增加40%。咁啊，之前出過嘅中學生王者日向小志強。咁啊，斯和制追加咗健威之後咧，就可以去到集訪篇。咁見到紅色字啦。東方學院啊，斯和制嗰隻健威咧會追加翻落依個表，咁啊加依個集訪篇嘅 PT 分數咧150%，全能力增加150%，同埋依個集訪嘅硬幣咧就追加兩個嘅。咁啊技能嗰邊咧 EX 技咁啊升到五星就有依個 PT 70%啦，威力增加70%啦，同埋依個集訪篇的券啊，追加兩個嘅。咁啊，今集咧就比較短啲，咁啊，去到嚟呢度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